没有计算机，也没有电子发票，就是靠这一台哦。有多少人赚钱靠这一台哦？那么我们新安社主神是财神爷，是财神爷哦，所以我们在闹剧的队伍中有我们非常有特色的大算盘哦。那么大算盘代表的呢就是财气，也是福气的哦。看到的人都可以大吉大利，财源广进。今天往后退哈，小心轮子哈，小心轮子哦。棒跑。
我们给关刀手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那么因为我们大溪普济堂哦，奉祀的就是五圣关公啊，是关圣帝君哦，所以在我们在很多社头哦，在早期几乎每一个社头都有一支关刀，那有些是木制的，那因为哦，我们大溪啊最有名的除了豆干，因为大家都吃得到之外，最有名的还是木器啦哈。以前大溪的木业非常兴盛，跟我们因为地处山区哈，在以前复兴乡山上哈，有非常多的这个木头可以取得之外，那也衍生造就了我们大溪有很多的木器匠师。那么在我们新安社现在看到的我们的关刀就是用木制的哈，是木器打造的。那么哈，也不要看小看这两只关刀哈，听说哈，蛮重的哈。但是我们今天哈，派了我们的青年军，在我们大溪社头的信仰文化里面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是一代传一代的。那很多人都是阿公，甚至是阿祖，就以前就在这个社头服务。那相较的，在我们的爸爸、阿公。跟着这样的社头在进行绕境这样的信仰传承之下，我们大溪人的孩子从小就在我们的社头里面跟着爸爸妈妈阿公，我们在社头的绕境活动中，每年我们大溪的孩子最期待的就是6月24日、哦、以前我们小时候台语说哪位你喜啦、哦、但是现在有一个代号叫624，只要在上个月大概端午节左右吧，大家就说啊，你624要去哪一社？啊，你624有要出来吗？好，所以我们大溪624的传统哈，这样子社头文化是一代传一代的哈，那也代表着我们大溪人对于关圣帝君的信仰，对于这样的文化，我们一代接着一代，我们要希望能够保存下去的。那么也难免啊，人多的地方啊，难免。都会因为小小的冲突嫌隙哈，难免都会造成。但我们简宏宇董事长一直的强调哈，希望我们谈钱，我们营造一个欢乐，那让大家可以平安的来大溪，来拜完关圣帝君回去之后，可以健健康康的哈。那待会我们要准备恭迎新安社我们的关圣帝君，还有我们的财神爷圣驾哈，准备进到坛前。那新你看哦，这就是我们的大溪的传承哈、哦。我们新安社有两支凉伞，一支小支的，一支大支的哈、哦。我们给小凉伞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棒棒的哈、哦。我们大溪的小孩哦，6月24日超热的，但是我们不喜欢在家里吹冷气，我们都喜欢来外面养顶桃哈、哦。一定要参加社头。好，来，我们准备好要恭迎我们大溪新安社，我们的关圣帝君，还有我们的财神爷哈，我们来在新加坡庆嘎。那么我来邀请哈，我们俊宇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也是我们大溪普济堂。我们的正炉主，我们的简宏宇董事长，啊，旁边哈就是我们简宏宇董事长的阿公，然后阿公今天很开心，啊，周围要来恭迎圣驾，另外我们也请到吼，星辰国际车业有限公司陈柏兴董事长，来给咱所有咱的赢家贵宾，咱所有亲友一同，诚心敬意，敬拜清香。
中雄大溪兴安社奉祀关圣帝君，以及财神爷圣驾驾前，全体一同诚心跪拜，一炷香烟，二连乾坤，三通法界，四海遥门，五念山河岁月，六顶六甲同团，七宝如来起红烟，八宝同团立地座，九霄日头太虚空，十级高真愿降临，香烟点点，奉请关圣帝君平安车，财神爷公圣驾道主来临，今为大家普济堂直当正路主。准武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宏武率领合格认证及兴神国际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碧兴，率领全体委员职事各高背景董事长一同诚心跪拜，恭迎兴安社关圣帝君文武财神爷公圣驾莅临，行三敬香礼，一敬香拜，再敬香拜，三敬香拜，祈求庇佑南天百福，六合千祥，财源广进，生意进业，二路亨通，合家平安，请起立，全体起立，请简宏宇董事长向前奉上清香，清香献上。献上清香，请简宏宇董事长恭祝求情，金碧金香直抛受礼在宝，八仙红莲恭祝平安车社务昌隆，神威显现，社员平安，一敬拜，再敬拜，三敬拜，献上金香直抛红莲花甲。阿妈感谢吼，咱兴安社社长，咱接着咱传统礼上吼，来换香哦吼，换香，来咱香甲进伫路中，请简宏宇董事长，我们请赴会。大家普济堂甲新年，伫东正路主团，由着准武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宏武率合家认定一堂，兴神国际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碧兴。及所有参战人员董事长一同，诚心恭向大家平安车，奉祀关圣帝君，文武财神爷公圣驾坐前，行爷家圆满，三敬拜礼，一敬拜，再敬拜，三敬拜，礼成。感谢啦，平安车吼，感谢。啊、来，即阵吼，咱吼，咱平安社的咱的圣驾乱叫会当顺利通过吼。恭祝咱大家平安社今仔日的了敬兴庭圆满顺心，所有社员、教班、工作人员，大家阖家平安，祝福大家平安，感谢各位。